这样子。下午才是几点啊？在哪边啊？不知道。好可怕，一直吃吃吃。哦，因为你们不按门铃就可以回去了。对，哦，你们要去按。会关吗？我不会按门。你可以去按啊，我的扣子啊。不要。那他这次是石头按摩，应该比较特别。我说热水。我说是石头按摩。昨天也是石头按摩。我的是石头按摩。他们先用热石头敷穴道。没有，他是用热石头去按。哦，所以没有用手。他也是用手啊，他用手去扣那个石头。可是他的手就不会接触到你的身体。会啊。那你自己去啊。不要。Thank you。这个有酱汁啊，可是应该不用加。那你不是去整脊，他不会用到你。他是我的师兄，是有信任的人。对。那就只能叫你老公帮你看。不用，我就去整脊就好了。对。我上次整一次，在别家整的。花200块，然后就是脖子瞧一下，然后背用一个机器旁边那咔咔一下，就那个 moment 感觉哈，然后过了一天就恢复正常，这种痛痛的感觉。没有，他我们那个去整脊的，他是先放松你的穴道，然后后来脊椎啊，或是骨盆这边都会撑开，还有脖子这边也会。靠一下。之前我就常去买菜太重啊，就会心脏不舒服。对。用了就 OK 了，可是它费用比较高，1400。可是你的身体有得到帮助还是那个？我买了半年份的游泳券，然后对啊4000-5000块，啊这样算下来，因为很多张，所以算下来一次100多，然后它会有那个很强的水柱啊，然后游泳啊冲，还有热疗18，还有红外线啊。就这样看起来好像就比较节省，可是你要看效果吧。效果，因为有时候脊椎歪了，就是酸痛，真的。对啊，游泳好像就还是要给人家整一整比较。你要把你的梁柱正了，然后其他才会 OK 啊。因为一直做刚刚真的会东倒西歪，对啊。这个要等它煎的脆脆的才。油都逼出来，才不会太油。无限点，你可以无限点。那你吃不用会咳嗽。他们可以给我无限的钱呢。不行啊，那我也想要呢。好可爱啊！等我妈妈赚钱。等你妈妈赚钱哦。嗯。她平常会给你10块钱吗？买饼干啊。你不喜欢买饼干哦。那你都买什么？但我也不能吃。买玩具哦。不能。不能哦。太多。太多了哈、哦。可以拿去捐给小朋友啊，别的小朋友没有钱买。他们也想要玩，捐很多了哈、哦。好棒哦。看哪一个还没，啊，等它再熟一点。它要一块熟的。不行，这个，我都觉得还没熟。还没熟，因为它只是血没有，它要熟才咬。这个比较机会大一点。对，这个有点焦，机会大一点。我们还要再等2分钟。因为这个是猪肉，你再忍耐忍耐。先吃小菜配饭。你好饿吗？2分钟120。对，好聪明的，谁教你的？对，你怎么答对了？60秒1分。哎，我这个应该可以了吧？这个。我刚刚。啊，小剪刀可以剪的。我再教一下。没有嘞。什么没有？一动好咬吗 ？OK， 好啊，怕小朋友咬不动。这个牛肉比较难。对，牛肉比较。看你的牛肉，有的牛肉也很硬。你可以用那个菜啊，那个菜可以吃。